启动 B 计划，已到达指定位置。收到，3、2、1，上。哎，啊！计划成功。好帅。你看，腿还动呢，来俩，不错，来俩，好嘞，你看，都活的。老罗，他这是骗你的，不能买。好好的一个行业，让你给破坏了。别动作，都一样的蟹子，谁说你样的？这种螃蟹一定不能买。首先呢，螃蟹属于食腐动物，死亡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冰鲜保存，会滋生大量的细菌，食用后容易引发腹泻。像这种肚皮呈半透明状的，是证明死了很久。而新鲜的梭子蟹背部是非常完整的。你吃你的，你不说都一样。厕所在哪边？等会儿我吃完再说。嫂子，憋不住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好，我们走。好，我回家洗个澡。
小样，还治不了你。Preview.